责任会失败，姿态实在直率，这就是我的 time， 直接了出了底牌，战斗就是我的 life， 我不愿把你笑，别站在我对面，对手们都知道我的存在是一种威胁，我把盒子里的游戏当作是一场历练，只想看看自己能否冲锋到绝对极限。 Motherfly 不怕提出的 one two， 眼里只有目标才能做到全神贯注，只有站到最后才有资格拿到赞助，只有站到最后才有资格上手画出轻松的摇臂，有力的反击，不能做空只会让对手们得到时间喘息，怎能做到满意，根本不存在传记，我的故事也是就是跨时代的传奇。组合拳就拿下属于我的分数，一回合三分钟时间要紧压关要撑住，我用脑袋打拳所以比你更有深度，让你品尝到即将要失败的落寞，观众疯狂到在强调不是你过走，心态是良药紧张到也两口唾沫，我体力强到我朋友的叫我骆驼，我的心态控制着节奏压制，一场比赛见到我的对手不止一次，他为我的东西我有独特的学方式，我的压迫力对于你算是灵魂天价，万众期待，这里没有遗忘，是你致命，只有我才被拿进摇杆，除了自己没人是我的对手，谢谢你们，非常佩服，很开心很开心。那我们看一下时间。